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音乐之声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舒伯特魔王低音提琴的恐怖故事；二、肖邦英雄波兰舞曲键盘上的战场英姿；三、德芙扎克新世界交响曲探索未知的音乐之旅。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舒伯特魔王低音提琴的恐怖故事。好的。 让我们一起探索舒伯特的《魔王 r o c k e n i g e 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曲，而是一次低音提琴。虽然原作是为钢琴伴奏的男高音或童声独唱创作的，但让我们用一点想象力带来的恐怖之旅。首先，想象一下深夜，一位父亲怀抱着他的儿子，即是在黑暗、阴森的森林中，风声呼啸，树影婆娑，而低音提琴就在这时候，悄悄地、阴森的开始了它的旋律。这不仅仅是音乐，这是恐惧的声音，是未知的预兆。 魔王的故事源自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同名诗歌，讲述了魔王、U、r o c k n i g 企图诱拐一个小男孩的故事。而舒伯特，那位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天才，将这一故事变成了一首令人毛骨悚然的艺术歌曲。现在，让我们加入一点幽默，想象一下，如果低音提琴是故事的叙述者，他可能会这样开始：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夜晚，哈，开玩笑的，其实是在一个风急天寒、乌云密布的夜晚。 低音提琴以其深沉有力的音色，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鲜活的画面：父亲的焦虑、孩子的恐惧、魔王的诱惑和森林的阴森。随着音乐的进行，我们可以听到低音提琴如何巧妙的在父亲、孩子和魔王之间转换角色。每当魔王出现时，提琴的音色变得更加诡异、诱人，仿佛是在诱惑听众一起加入这场恐怖的游戏。但别忘了，这首歌曲的真正恐怖之处，并不仅仅在于魔王的形象。 而是在于他揭示了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无助。低音提琴，这位沉默的叙述者，通过他的弦音，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深入骨髓的寒冷。最后，当故事接近尾声，我们发现这一切竟然只是一场梦，一个由低音提琴精心编织的恐怖梦境。父亲终于到达目的地，却发现孩子已经……嗯，这个结局我就不剧透了，让低音提琴亲自告诉你吧。所以，下次当你听到《魔王》时，不妨想象一下，那不仅仅是一首歌。 而是低音提琴带你进入的一个恐怖故事，而舒伯特无疑是这场音乐之旅的绝佳向导。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肖邦《英雄波兰舞曲》，键盘上的战场英姿。好的，让我们来谈谈肖邦的《英雄波兰舞曲》。这首作品不仅是键盘上的一场盛宴，更是一场华丽的战役，展现了钢琴家的技巧与情感深度。首先，我们得认识一下肖邦这位作曲家。肖邦。 一位波兰裔法国作曲家以其钢琴作品闻名于世，被誉为“钢琴诗人”。他的音乐充满了浪漫主义时期的情感深度和技巧精湛，而《英雄波兰舞曲》u p 五十三无疑是他作品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首作品被称为“英雄”，不仅因为他的技术要求高度复杂，更因为他所蕴含的深刻情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当你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位骑士在战场上奋勇争斗的英姿。 这不仅是对技术的挑战，也是对演奏者情感表达的考验。肖邦将波兰的民族精神和对自由的渴望，通过这首波兰舞曲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用钢琴讲述了一个关于勇气、荣耀和牺牲的故事。这首曲子的开头就以强烈而有力的旋律夺人耳目，接着是一系列技巧性极高的快速旋律和华丽的装饰音，让人联想到战场上的激烈战斗。有趣的是，尽管这首曲子要求演奏者具有超凡的技巧， 但肖邦本人并不以技巧取胜，他更注重音乐的表达和情感的传递，这也是为什么他的音乐能够触动人心，成为永恒的经典。想象一下，当你坐在钢琴前，手指在键盘上飞舞，那种将音符转化为战场上的英勇画面的能力，正是肖邦音乐魅力的一部分。英雄波兰舞曲不仅是一首展现技巧的作品，它更是一首充满情感和故事的音乐诗篇。所以，下次当你听到或演奏英雄波兰舞曲时，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是那位在键盘战场上奋勇争斗的英雄，感受那份激情和力量。这就是肖邦给我们的礼物，一份通过音乐表达的无尽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德弗札克《新世界交响曲》，探索未知的音乐之旅。好的，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探索未知的音乐之旅，目的地是德弗札克的《新世界交响曲》。这不仅仅是一次音乐之旅，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冒险。 而我们的指南是一位捷克作曲家，他的音乐才华比他的名字更容易让人记住——安东尼恩·德福扎克。首先，让我们设定一下背景，想象一下，你是一位19世纪的欧洲作曲家，突然收到了一张前往美国的船票，好吧，实际上是一份工作邀请。这正是德福扎克在1892年的遭遇，他被邀请到美国，成为纽约国家音乐学院（现在的茱莉亚德音乐学院）的音乐总监。想象一下。 从捷克的田野到纽约的摩天大楼，这种文化冲击的有多大？德芙扎克在美国的经历启发了他创作《新世界交响曲》。这部作品不仅是他对美国音乐风格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对他自己音乐语言的一次革新。他试图将欧洲古典音乐的严谨结构与美国的民间音乐元素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音乐语言。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部交响曲中的一些有趣细节。首先是第二乐章，这里有一段著名的英国号独奏。 听起来既悲伤又怀旧，就像是德芙扎克对远离家乡的思念。但你知道吗？有人认为这段旋律其实是受到了美国原住民音乐和非洲美国人灵哥的启发。德芙扎克本人也曾表示，他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反映出美国音乐的多元性。再来是第四乐章，这里有一段让人血脉奔张的旋律，听起来就像是一场冒险的开始。有趣的是，这段旋律后来被用在了好莱坞电影的配乐中，成为了许多人对于探索未知的音乐印象。 德芙扎克或许从未想到，他的音乐会成为未来电影音乐的灵感来源。总之，《新世界交响曲》不仅是德芙扎克对美国音乐的一次致敬，也是对未知世界的一次勇敢探索。这部作品跨越了文化和时代的界限，成为了世界音乐史上的一个经典。而德芙扎克这位捷克的音乐探险家，用他的音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新世界的音乐地图。所以，下次当你听到《新世界交响曲》时， 不妨想象一下，自己正坐在那艘带领德弗扎克穿越大西洋的船上，准备探索一个全新的音乐世界。而这正是德弗扎克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舒伯特的《魔王》，肖邦的《英雄波兰舞曲》，还有德弗扎克的《新世界交响曲》。这些作品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场恐怖之旅，一场键盘上的战场和一次探索未知的音乐之旅。在这些音乐中， 我们感受到了舒伯特低音提琴的恐怖之声，肖邦钢琴上的战士英姿，还有德夫扎克带给我们的对未知世界的勇敢探索。这些作曲家通过他们的音乐，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个充满想象力和情感的世界。当然，这些作品也反映了人类内心深处的恐惧、勇气和渴望。舒伯特的《魔王》告诉我们，恐惧和未知充满了我们的生活。 而肖邦的英雄波兰舞曲让我们感受到了勇气和荣耀的力量，而德夫扎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则鼓励我们勇敢地探索未知世界，追寻我们的梦想。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对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们对于音乐中所表达的情感和意义有什么看法？欢迎你们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我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分享更多关于音乐的奇妙之旅。 谢谢大家，下次见。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